这节课我们来学习第十一课 D-Bug 弹唱。好，首先请大家呢翻开我们书籍当中的这一课。好，可以看到它是一首 C 调四四拍的歌曲。整首歌曲呢，它右手的伴奏呢都非常的简单，都是用到了5-3-2-3-1-3-2-3，还有一个是4-3-2-3-1-3-2-3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第一小节 C 和弦。好，看一下5-3-2-3-1-3-2-3。第二小节也一样，然后换成我们 D M 和弦，然后需要弹响4-3-2-3-1-3-2-3。好，第四小节也一样，第二横排第一小节呢就是一个 A M 杠 E， 就是 A M 的一个转位和弦，我们需要弹响的是4-3-2-3-2-3。再接下来这一个呢是 A M 7，好，松开我们的无名指呢就变成这个和弦了，我们需要弹响的是5-3-2-3-1-3-2-3，接下来又是 D M 和弦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些和弦，那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一块来尝试一下。非常简单，大家呢多练习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节课呢就讲到这里。